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，主要是要与“十二五”规划目标逐步衔接，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经济转变、经济发展方式，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，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、更高水平、 更好质量的发展，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，物价水平仍处高位，房地产市场调控处于关键阶段，农业稳定发展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。 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，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，大力发展外汇市场，丰富外汇产品。 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汇率避险工具，管好用好外汇储备，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机制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，共同繁荣发展，国家才能兴旺发达。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大力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。 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和发展少数民族事业规划，国土规模、资源分布发展起来。要在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管好货币信贷总量、促进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的基础上，搞好物价格调控，防止物价反弹。 我觉得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，有利于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，有利于我们啊这个提高国际地位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调整是必然的，是客观的。